友们，观看本集视频之前，帮我按个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吧。这个活动就是我3分钟，然后每一步棋加3秒，然后你是10分钟，每一步棋也是加3秒，所以你多我7分钟，然后你只要获胜了就可以获得红包。好，OK，那我们握个手吧。好，那我按正就开始喽。好，就下方一步按一下这样子，这是个计时器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寻找新素材，就是今天第一周过来这个。可以到 YouTube 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专门在下西洋棋的一个 YouTube 主。这个就要小心一下喽。好吗？不一定哎。好，你也在找西洋棋伙伴吗？对，台中的一般的地方比较像是在才艺班比较可能。对，才艺班主要的玩家都是小朋友居多，成人的目前台中有一个地方在承德路的，在承德路，礼拜六晚上，不是，是承德路一群外国人的。应该有，他叫圣斯，圣斯俱乐部。帮你们，帮你们。他们好像是每周六有一个活动，
就是一个比较多成人的一个下棋活动，每周六。到底有没有更多人看这个视频？对，台中不是还有一些下棋的台湾人，像那个在那个美术馆有个教室，叫做拉斯特，对，他在美术馆正对面。同学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快让你的挑战者输掉了，兄弟。我在这里，我在黑格子。